请在今日下午一时，让我们一起将声呼求神。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，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。兄弟啊，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，大得安慰，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。腓利门书一章六至七节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腓利门获保罗称赞，以善事作见证，彰显基督的爱心。愿我们常为教会祈祷，效法合神心意的门徒，留心他们的榜样，为此感谢神，以及将荣耀归于基督的名。又要学习保罗欣赏和鼓励忠心门徒的态度，建立更多基督徒成为美好的生命榜样。奉主名求，阿门。